向着呀，今年一路发。在海边碰到这些东西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收了哈。发现这个哈，那更要收了哈。来来来，石头上面吸附着一个海螺哈，吸得太紧了哈。看看这肉，又来一个皮皮虾，跟我走。嘿，又来一个小海胆。海藻的下面躲着一个八爪鱼哈。来来来，出来瞧一瞧啊。嘿嘿嘿，收了它。有的小伙伴喜欢海边生活，进来就帮忙给点了个小红心，走的时候加了个小小的关注哈。又来了一个海星，保护大海环境从我做起。这里又发现一个大螃蟹哈，收。发现一个好漂亮的海螺壳哈，有好多的脚啊。日子过得可真快啊。这是我们历史课本里的成吉思汗画像，很多网友都想看他真实的容貌，于是我尝试了一下。